逼克，没事，我大姐啊，无牙麦啊，也声比咱这块牙麦还搁较大声啊！哇塞，你肺活量很好，对对，哎，你去哪里？我去阿伯是准备南平，啊阿哥读安弟，阿咪阿咪，今种天气你还穿这么长袖，等一下我有点小后悔。等下你唱完过后，你就会知影，真的教训。不会不会，阿里是我们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啊，永久居民，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很早的时间就来这边工作了，新加坡。好爸爸啊，所以你有住新加坡？又没有哦，之前有一段时间。哦，因为他现在就是有这个小宝宝，对，啊，把他接来啊，把他接来新加坡啊。可以等他大一点，现在还小。这边的治安什么都很好啦，对不错啦，很好，就是交通也很方便，交通也很方便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现在小孩几岁啦？小孩已经快19个月了。哇，好小哦，19个月大了，一岁几个月大了呀？对，19个月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年轻的妈妈了哈。所以现在呢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就是营养老杯哈。啊，等你，他做妈妈我嘞。哇，你管这么多做么？我要生孩子，又不见得你要送2罐牛奶给他来了。他要帮我养，哇，他没有帮我养啊，他不会了啊。天月啊，哦，好好好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是我的朋友天月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要多多给他的关心啊，以及爱护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现在都是自己那个新马两地这样开车。那个你要我家，我也不能开车呀、啊。那北京开车还要开新加坡才可以。哦，就不能开马来西亚的。哦，所以就我开车来。好啦，啊，你是安怎来出来？巴士来问啊。哦，啊，行路来啊。啊，安尼可怜咩？对啊。卖啦卖骗啦。真的。你行路来出关。我刚才是坐 MRT 的。你那是行路来出关，等下十点半我就加伊人摆交易，收交易。你卖可怜，收。你听路路的，听这个阿弥陀行路来。我是行路到 MRT。你话哪里可怜？我就行路进来。对对对。哦，阿弥水灵，大家这些工具都 OK 很安全哈。可以啊，箱都很安全的。OK 的，不错，没有问题的。做什么事，警察伯伯会抓。那就是我们的嘉宾啊，阿嘎嘎那里这个丽影休闲啦，就是搭这个公共交通工具。哇，这边搭 OK 啦，这边是今天来到红帽桥 ，OK OK 可以。好，这个好，非常独立怕表的妈妈，好不好？但是以后不用这样辛苦了。是。那公跟亏几下的，应该有清楚，然后被载进去 MRT 了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拍死啦，拍死兄弟。龙棒外枪，龙棒是不要火枪，有人外来生龙棒真粗了，你那里是外粗了，那是谁外来的？啊，不是，是外来生，不是外来的。来，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我们的嘉敏，那他姓赖哈，是的，你姓赖，什么好强调？赖嘉敏，赖嘉敏，今天呢也是到不一样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见面，当然也安排了一些好歌要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你想唱什么歌？怀旧的老歌啦，安排这首，唱首情歌给谁听？唱给那些有掌声的朋友听，没有掌声也可以，没有掌声也可以。那这是一首华语老歌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嘉敏的演唱。谢谢
是给大家稍微喜欢饭感的大家先不吝啬。